颈椎是人体脊柱中最小的体积，但它的柔韧性非常大。人类活动大多需要使用脊柱，活动频率最高。一般说来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，或用不好的习惯，会导致脊髓劳损和变性，最终导致颈椎病。下面就详细介绍下它的具体症状。当它发生时，会出现这些警告，很多人都会感受到。事实上，它的症状如下：当病情发生时，颈部会出现各种不适，活动受限，主要症状是颈部疼痛、颈部僵硬和颈部酸酸胀。一般来说，休息或按摩可以缓解症状。此外，当颈部在早晨起床后过度劳累或冷刺激后，会加重疼痛。颈部的肌肉往往是僵硬的，当你按你的手，你会有疼痛点，你的脖子不够灵活，它也会导致肩部下沉，经常感觉肩部有肿胀疼痛，周围的肌肉痉挛，压痛过程明显。有时太累或长时间工作容易发生剧烈疼痛，当有久坐或不正确的姿势时，疼痛更明显。二、患者背部肌肉易出现僵硬，活动缺乏灵活性，他们通常在休息或按摩之后变得更好。在按摩过程中，你可以看到背部有疼痛点，在按压时很容易被发现。此外，感冒或疲倦后，背部的不适症状会增加。三、发炎也是患者的常见症状，因为人总是有一个习惯，颈部的旋转和伸展会改变患者的位置变化，导致眩晕。它的前庭和缺血性损害引起的眩晕症状通常不会持续太久，几分钟后消失。在发病过程中，患者通常有轻度运动障碍或缺席，病患他在发病过程中也会头痛，头痛和眩晕经常会一起发生和产生病变，主要是由于枕大神经病变。枕神经是由椎动脉分支在颈椎中提供的，目前的好方法还是国医高贴疗法，一物生贴，中医上下传承五千年历史，将熬制好的膏药贴于患处，通过皮肤渗透到皮下组织，见效快，在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快速止痛，所以深受大家喜爱。但是目前膏贴行业鱼龙混杂，可以选用天然纯种药萃取的益物生贴，此贴从明代传至今有300多年历史，一直一口被注册，其生产过程受到严格把控，15年被当地评为诚信315企业。对于预防颈椎病产生的好方法，一个好的姿势可以帮助颈椎恢复正确的位置。预防颈椎病的产生，首先良好的坐姿是要把背和腰部理直的，如果是工作时间比较长，脊柱长时间的弯曲会引发颈椎问题，要适当的进行休息，休息时可以放一个枕头在背后，让颈椎可以得到放松。人一旦生病了，就要时刻注意去锻炼身体，毕竟身体的健康是最主要的事情，只有有了好的身体，才有本钱去看别的事。我们要想保持一个好的身体，更是要认真的学习和预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